好，那各位来宾啊，各位先进啊，咱今仔即欢喜有这机会啊，由台湾中社邀请台湾社啊、台湾东社、台湾北社、台湾南社啊、台湾客社等几个社团，我们共同主办的这一场啊，新台湾、新政治、新未来的2019台湾本土社团的一个论坛研讨会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兴大学啊租借这个场地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共同来讨论这个重要的议题。好，那我们那个包括我们台湾社的张社长啊，台湾中社的林社长，台湾南社社长张社长，然后还有我们台湾东社的余社长，还有台湾客社啊社长，我们几位请到前面来哈。那台湾的本土派社团哈，我们长期以来就针对台湾的许多议题有许多的关切，那我们关切范围也不向来仅仅只限于政治性的课题哈。事实上，在台湾的发展过程里面，我们有许多又关于我们生活环境风险，那么还有我们的啊社会福利体系、我们的劳动课题等等，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有这样子来召开，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我们台湾社张社长给我们简单开个幕？谢谢董秘书长，中社社长林社长，各位台湾的精英前辈啊，大家早安，大家好。您在座有啊，吴立法委员啊，还有这个卢教授啊，还有这个田前委员啊，非常感谢啊，台湾中社在这一次筹备的很好的哈，这个我们台湾新未来新政治这个研讨会。啊，我们请到这些很出色的专家学者来跟我们演讲，精辟的演讲台湾社北社、中社、南社花莲东社、台东东社还有客社我们长期以来关心台湾的未来台湾的所有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中社能够筹备这样子很好的研讨会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未来的新政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建言希望今天的研讨会能够演讲会能够成功顺利谢谢。好，那我们就谢谢各位社长。好，那我们即将就展开我们第一场的讨论，那我们邀请第一个场次的主持人哈，那也是台中医师工会理事长罗伦盈罗医师啊来主持，来谢谢罗医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哈，董教授，其实我想应该是有做台湾中社哈，即卖社员啊嘛常务监事啦哈，非常荣幸哈能够参与这个社团哈。在座足侪社长吼，台湾社、北社、东社、南社，啊，搁咱中社的各位社友吼，我想咱坚持咱的理想，为咱共同的理想来打拼。我想这是人生上爱上爱快乐的代志啦吼，所以今日伫遮代表咱社长吼支持我来主持这第一场吼，其实第一场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即个切身有关的吼，大家呐，可能这两天无闲吼，我中午等去看电视，因为看报纸吼，国健署特别报告吼，咱我说十大癌症死因，第一秒说大肠癌，第二秒说肺癌，啊，拄啊好今日甲这个议题吼，拢息息相关，跟甲咱生命拢非常关联。我看到阮前理事长吼，蔡理事长，啊，阮的副理事长吼，阮台中市书记毛胜利，我说。空屋委员会啦，我的召集人就是我的副理就是陈副理事长，啊，搁阮社长吼，拢是阮共同的召集人来为即块来共同来拍拼吼，咱
也是一个咱主要基地吼。非常感谢咱中社吼，特别安排这场啦吼。首先我介绍咱今日主讲者吼，吴坤如啊，吴教授吼，是阮中社吼社员，我听讲咱中社之光啊。伊是闽南不分区第一名。啊，平常时吼，其实阮开会他伊。伊专长是即个讲话，不只啊低调啦，真非常符合着咱，小英总统讲的，谦卑、谦卑再谦卑啦吼，伊确实啊，为伊身上可以看出来，应该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啦吼。啊，其实，我想小英会是英雄啦吼，真正是阮中社之光啦吼。啊，今日咱，请伊来咱主讲这个空屋甲食安吼。家人也在讲咱身体切身有问题，切身非常切身的议题的哈，非常感谢伊哈，啊，过来介绍咱的雨潭人哈，田委员其实我应该有困难的时候拢会收到伊，爱看到伊咱帮忙哈，啊，长期嘛伫咱的委员嘛哈，委员哈，真正对阮应该非常帮忙哈，一直讲有机会要来感谢，今天真正拄有这个机会，当面甲你。多谢，谢谢，啊，希望继续咱帮忙吼。啊，过来，阮卢教授，我想，大家人看报纸、媒体吼，拢会看到伊啦。我拄只真正，我伫住伫厝边，但是我是第一界看到，但是我伫媒体上早着，早着捌着，人讲这一号人物啦吼，这么勇敢嘛吼，惊为着这个环保的问题吼，对抗这个叫做大灾难吼，直接嘛非常代表带。真正非常感谢你吼，啊，咱首先来请咱吴教授吼来咱斯蒂克吼，请大家用热烈掌声吼来欢迎咱吴教授，谢谢，好，谢谢。啊，感谢罗理事长的介绍吼，啊，各位啊，当下前辈吼，大家老早啊，小弟叫做吴坤如吼。其实我较含慢啦，所以我碰时吼，开个真唔知要讲啥啦吼，所以啊碰时我看政界专家吼，所以大家意见拢做好，所以碰时中下你开个，我就感觉啊，我免发表吼，所以我就拢较点安尼啦吼，啊其实是咱较含慢的意思啦吼，啊当然啊真欢喜，感谢啊这丢笔单的吼。有请我来做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这个物件当然真重要了哈，真重要啊！因为我其实我本来咪读食品安全，所以有这些食品科学人会感觉讲怪怪啊，他这公共卫生的人吼，你讲这啦吼，唔是食品的人你讲吼，但我甲各位前辈报告吼，其实食品的人吼，较无了解安全，因较知安怎做好食的物件。但是安怎做较安全吼？食品科学的人其实较无遐尼清楚。啊，因为拄仔我长期从事风险评估吼分析的工课吼，啊，我这个议题伫我伫读博士就真有趣味啊，所以开始吼，因为做甲食品安全的评估来，所以开始了解，才知讲哦，这个物件其实食品安全，伊当是算新的议题嘛，哦，算新的议题，所以咱当你看到就讲哇，大家人提出足侪意见拢真好。但是现在是做哩无吼，这个还是我来做无，就爱咱爱个进一步思考。所以讲啊，去年有帮啊，做帮助咱帮助咱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吼，你比较各国世界上吼先进国家安那哩建立面的食品安全的体系，啊，所以我嘛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呢吼。OK， 好，请。你是要爱对，对对，叮当，看，不是爱叮当。
哪一个年轻人父这个比较熟，上来帮忙一下。这个怎么会是你去掏钱这里嘛？应该爱叮当他没叮当，然后一连他没叮当。哎，请总不会动。好，可以看一下，还不会呢，不会动。嗯，哦，这样子，哦，向下，向下，好，好，好哈，咱就好，这张都要公布详细的资料了哈。其实咱发现讲哈，哎，肺癌哈，检啊做大肠癌哈，检测将近4000人了哈，是1002年。其实你家去年啊，其实等过去6-7年来哈，7-8年来可能拢已经是安尼趋势，哦，已经安尼趋势，哦，啊，现在安尼哈。因为肺癌人研究，大肠癌最少人去研究，大肠癌真正最少人去研究。其实我较早为国伫国家卫生院，我先开始倒来台湾吼，我就开始写国家性基因体计划，做肺癌，尤其女性肺癌。其实吼，咱大家吼有对女性得肺癌可能有一寡误解啦。其实，伊迄个比例是讲，女性会较悬吼，是安怎对交查甫人咧比啦？跟查甫人咧比，就讲伫国外，可能女性吼，啊做交男性来比，大概1/3啦。吼，因为查甫人靠食薰嘛，女性食薰的人较少，所以得肺癌是查甫人的世界上只平均只1/3。吼，看起来较正常，但是咱华人也是伫台湾吼，哎，含查甫人来比算1/2啦。所以咱感觉讲哦，女性伫台湾的女性吼。得肺癌的人较侪，吼、哦，安尼啦，吼、哦，所以这个物件一定要研究。所以上早一篇文章是高雄医学大学一个叫葛应清的老师，伊做流行病学去研究出来。伊感觉分析的结果就讲三项危险因素，第一是 UN 嘛，吼、哦，咱主家 UN， 第一类是啊，做二手烟，吼 ，second smoke， 吼 ，second hand smoke， 吼、哦，啊加啊做空气污染啦，啊，到尾讲是 PM2.5 吼。天老店点评第一篇诶，低癌的文章可能差不多2000，吼、哦，2002年啊，2005年发表，吼、哦，无改造，吼、哦，无改造，吼、哦，啊，有相关啦，迄阵也无结论啦，吼、哦，迄阵也无结论。但是咧，咱大肠癌为差不多7-8年来，吼、哦，7-8年以前吼、哦、开始，超一当平均1,400,000个呢新的案例，甲1,600,000个案例啦。好，咱当看来讲，其实肺癌相对大肠癌来讲，其实少足侪人，吼，啊，大肠癌其实是较严重，吼，较严重，吼，安尼，好啊，世界平均来讲，大肠癌咱嘛是第一名，吼，伫世界，吼，世界咱嘛是第一名，吼，这是吼国际上统计的数据，吼，咱现在是第一名，第一名是韩国人，吼，第二名是韩国人，好啊，这其实。20年来比大肠癌吼，咱当看出来讲这个数字吼，要20年来比加3倍以上，哦，加3倍以上。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哦，这是啊，做咱政府哦公布的数字，就是讲1/3吼，交咱食性有关系。其实吼，女性的肺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吼，足复杂，足复杂。我做研究做甲唔敢做，伊做无物件，他发表呢。哦，我到尾放弃，因为我为国家卫生研究院吼，开始到当前了参与这个国家性基因体计划，就是做女性肺癌环境因子啦。做甲唔敢做，因为做无物件，他发表。较早做明显的交医院去当了啥？早期咱就妥妥，哦，咱先查嘛 ，IPAHS。浓度有一关，浓度有一关，就是多种芳香多芳香性的物质啦，被变作排面迄个伊讲偏比迄个物件，浓度有一关。但咱即摆已经小加速啊嘛，有性哦，去年吼 ，PHS 的浓度已经足低啊，嗯，即摆来讲已经真低啊，所以变来解水肺癌吼，算真歹解水。哦，啊，你讲 PM2.5 到底安怎致癌吼？这机制是啥物会引起的？哦，就讲你要看片奥电维内底有害物质，迄风险就低了。因为伊这细粒内底含的有害物质量就较少。不管是重金属好，钙好锌也好，你要看片奥电维吼，一定就含量就低。
哦，另含两只鸡。好，其实我的怀疑就是讲，伊个寸球伤小，因为咱体内造成的氧化压力产生氧化基因伤害，可能一个最重要发炎等等造成的肺癌，可能是较重要因素。但是大肠癌咱台湾就这样研究。那食品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会造成大肠癌？即个伫文献资料，伫咱的过去世界大概做研究内底，一项叫做异环胺，异环胺。好、哦，所以咱来看到讲，去年国际卫生组织甲加工的肉品啦，吼、哦，甲红肉定为致癌的物质，致癌的物质，咸哦，你去红肉吼、哦，还是加工的肉品内底有。一挂亚硝酸胺的亚硝酸胺的物件，过来你红肉先啊，红比率是可能会低啊。就是咧，你讲卖食红肉啦，咱昨我看昨个报出来，政府讲也无啥好，讲较卖食红肉，唔免卖食红肉。就讲你肉的煮加工，你煮的过程，啊，人去煮较重要。就是你卖高温，甲炒甲煎，甲做牛排、猪排，迄种啊拢高温。高温吼，这个红肉会产生一种化学药品，叫做异环胺啦。异环胺是目前世界上伫动物实验，还是伫流行病啊？吼，都就是加加减减，动物实验是证明治大肠癌，吼，就动物实验内底证明治大肠癌。啊，流行病啊内底感觉起来是安尼治大肠癌，吼，所以但是咧，你看国内无人研究过。哦，足奇怪，无人研究过。伫世界上，包括中国，因拢用过因的牛排、猪排，吼、哦，而且异环胺的含量看偌济。但你全台来，拢无人研究过。好、哦，我教方向苹果的课，吼、哦，我有叫学生去找过，找过。所以我伫去年你写国科的计划时阵，吼、哦，哦，安尼真好，拢无人做过，咱就来做啦，咱就来做。我就甲空空就甲写三档的专题计划去。结果我有史以来第一届国科会计划无过就去年啦，我嘛就惊讶，哎，啊，这个物件都明显含大肠癌都主观的，啊，我要做人好不好？我做，啊，我的发表的文章嘛未歹嘞，吼、哦，啊，人不好我做，我想无嘞，哦，所以我想想，今日只有来做这位，啊，无真是吼，足、哦、奇怪嘞，无，其实我一直拢无答应嘛，吼、哦，这我就想讲，啊，这个明含大肠癌。世界上拢人咧流讲，安尼个肉内底含偌济异环胺诶物件，吼啊四项吼、哦、有四项异环胺，世界上拢人流过，包括中国拢有文章发表过哦，台湾无人发表过，嘛无人做过，我感觉足奇怪，这种物件大家都知，怕无人做了，啊所以我咧去年就空空就甲写计划去啊，哦，阮太太是甲讲吼，有可能我无知。基本的资料送回去吼，人可能无好做啦。我拜托嘞，他有可能是安尼嘞，吼、哦，足奇怪，我咧感觉足奇怪，吼、哦，啊，他无爱我做吼，啊，你就想讲台湾拢无人做，这嘛足奇怪，吼、哦，啊，这就表示讲，咱个食品科学的教授交产业有足大的关系，吼、哦，有足明显的关系，吼、哦，啊，这种交食品有关系，其中一个心脏医院一定是食品科学的教授。就这么简单哈，这么简单。好，所以之后来做你朋友哈，看能改变这个无。所以我拢去建国科会，哦，叫讲爱做研究，做食品安全的研究。好、哦，咱来看就讲，过去咱发生这么侪食品安全的事件。好、哦，到底什么叫食品安全？哈、哦，我问过卫生部的部长张部长、食药署的署长。两任的署长康兆洲也好，江美娜也好，他问好什么叫做食品安全哦，无人讲得出来。我问啊，足奇怪，啊，食品安全这么普遍的字啊，凊彩你讲的物件，什么叫食品安全，含咱台湾上大的官都讲未清楚，啊，是什么叫做食品安全？我拢啥？我拢想讲，大家拢遐尼高讲，我哪能连讲什么叫做食品安全，解释未清楚？这件事情到底几项是叫食品安全的关系？我马上甲问啊，哈。我拢甲问，啊，拢讲未清楚啦。好、哦，所以你知影讲，伫台湾吼，食品事件发生，大家拢做甲我讲，但你阿唔讲啥叫做食品安全？哎、欸，无人知。好、哦，这我现在拄仔就开始讲，食品安全是一个新的议题，就是安尼。好、
哦，而且这你看咱这个顺定西河山发生的时候，还是哦，咱就看到讲政府哦，卡手足紧，伫网站就讲，讲你阿百元食半公斤吼、哦，啊，绝对安全吼、哦。啊，这我甲我学生讲，安尼今日写文章吼，这篇应该能发表伫世界上真好的期刊。哦，因为我比较发生前咧，发生后诶，发生前真正是吼，事件发生以前啊，这里浓度这里高哦，一定有影响，我能做出来。哦，我好先先我们做出来啊！啊，暑假我先后伫北部，我有去四个菜吼，菜样品来量吼，开始降较足低，降较足低。即马较悬的就是三合一咖啡啦。哦，我真早想三合一为啥先话吼？三合一咖啡爱用迄个顺丁爱有顺丁西药酸，我唔知影先咯。哦，即个我唔同食品科学的关系啊。因为我没读什么科啊，我唔知影是那三顺丁西药酸有啊，做迄个三合一咖啡吼，咖啡也含顺丁西药酸，这我无能解释。但是目前我伫北部咧牛吼，像肉丸哦已经变成好，浓度已经变成低啊。好，啊你看米啊油吼，米啊油出来就讲，吼啊做。内底有铜、叶绿素甲棉粉嘛吼，讲棉粉你袂牛袂着，算是安全吼。但我拢是怀疑啦，其实我做怀疑，因为因处理的时阵拢是甲酸化、甲碱化、甲那个离心掉尔。但我咧想讲，哎，咱的胃内底微生呢，有微生呢，一加就袂叫反应倒来。哦，这咱无人研究过，但是我有问过台湾人吼。啊，做五十几个人，血内底大家拢有面粉，血内底大家拢有面粉，有人还阁真怪。哦，我嘛试过啊，阵 1ppm 吼，阳光里未到的浓度应该是伫体内应该真低啦。但我有量过到五十几个人，面粉其实大家人拢有人阁真怪吼。啊，我最近这篇文章吼，要试到 science 看好嘛？哦，就讲我做面粉的风险评估。发现讲世界无人咧管棉花粉啦，哦，啊，这个物件有两间临床实验做过，哦，中国人伊较早要实行一胎化，需要什么会？哦，我是在做咧做者医生嘛，要实行一胎化的政策，需要什么会？什么药？避孕药嘛，中国人迄阵遐尼山头可能有钱买避孕药，啊是免来实行一胎化。所以，因伫1980年代世界上、国际上做过两届临床实验、临床实验，真正吼，予、哦、人食棉花粉啊，真正有人食棉花粉，吼、哦，世界上两届临床实验有效无？做有效，做有效，吼、哦。上面讲的 endpoint 就是查甫人精子浓度降低，有效到安怎？迄停药一当了，18%人还袂恢复。有人严重到迄水晶管拢慢慢无去啊，做有效诶。所以因为有这个副作用，就讲查甫人诶水晶管吼，慢慢啊怎无去啊，所以特别拢唔敢用，吼唔敢用。所以棉花粉是最好诶避孕啦吼，诶效果。所以我这个文章吼，初个已经写好，我甲统计吼，交世界上一寡国家吼。因食肉的量，每一个食肉的量，吼、哦，甲因的不孕症，甲精子浓度的比例正好成反比关系，而且统计上很显著。哦，含食肉的量，哦，我较爱发现讲吼，世界上因为咱棉籽嘛，像中国因时阵要用棉粉，中国伫世界产棉花是可能上大的国家，前三大啦，我记我地理无啥好吼，歹、哦、势。相差大，所以一定要好好利用伊个棉籽嘛。啊，所以你棉油棉，等于甲榨出来以后，就成为棉渣嘛。棉渣当来做饲料，棉渣做饲料。但我们要关切，容许400 ppm 的饲料，迄、那个饲料啦。哎、啊，你爱看国际文献，你爱用这种棉粉的浓度去饲鸡、饲猪、饲牛、饲羊，伊个肉内底拢有棉粉。伊个内脏内底阁怪，所以我想讲，哎、欸，我那个统计世界上食肉的量，
含不孕症的关系，跟精子浓度的降低，用显著反比关系，跟这不了关系。啊，所以我咧做红样病，我做出来真正是有影响。好、哦，所以我想讲老三是看，我知有可能倒霉去咧，但恁试看嘛，因为这出嚟世界上的关节迷啊粉，你即摆迷啊粉无人咧关节，但世界上的生育率、精子浓度拢差不多降低啊，普遍拢降低。哦，啊，大家拢讲环境好，我们讲拜托，这临床实验都证明的物件，无人做。但你做遐，家你怀疑的环境荷尔蒙，嘛怪怪的吼。哦，你讲哎奇怪，咱逐天在发生啊，到底哦，咱应该唔能够等于正炸一代吼，然后你神农氏尝百草了吼，咱来想办法来关节。哦，啊，当然咱只讲国民党政府安尼真拍拼，特别事件发生嘛出无用。哦，所以我当时拍摄个骂啦，拍摄个批评。啊嘛，做这个工课啊，我知影吼、哦。但是咧，怪怪，因为逻辑拢怪怪。有人讲吼、哦，食品事件发生愈多吼，因为发生过以后就袂阁发生啦。所以发生愈多，咱食品安全会愈做愈好。吼、哦，有人咧甲我讲咧，我想我这个，我细汉吼读册真含慢，吼、哦，尤其语文的科学我拢读袂好咧。但数我读了较好，我若不能当就甲读了去安尼吼。高中的时阵啊，六本数课本我两当就读了，所以我想我迄逻辑应该是未歹，但我这个逻辑我想无，哦，我杀无咧，哦，哦，那他出了起来，人要食啥较安全？哦，我嘛真是未晓回答啦，我迄阵，因为我嘛是外食主吼，我嘛在，你才免他讲吼。你看吼，咱的法令，三条叫做自由吼，其实国内无定义啊。哎，无定义会，什么叫做自由？歹势，张社长吼，这咱我伫北社的话，有之前拢有讲过吼，较歹势。好，其实国际上是有定义，什么叫做自由的？好，在座我想真侪人交我好同款。咱细汉的时阵，在少年的时阵，咱要食自由，咱的爸母就去抵量，切一个自由当来赚，对吧？那是自由啊，无唔对，国际上 WHO 国际法典也是美国人。定义自由嘛，先来定义哦。因为伊个油来炸出来，它是自由啊。哦，所以中文像安怎翻译？就讲由猪的组织炸出来的油才算猪油啦。哦，这叫咱个生活习惯做符合的嘛。哦，虽然普遍拢会接受，啊，定性这算自由。哎，这样归类就是讲精炼猪油啦。也是油，不管你熬了偌济油，你来搁精炼过。哦，这叫做精炼猪油嘛？啊，是咪会食哩？歹讲，我这写唔对，应该是第九款。那个食品安全卫生法第十五条第九款内底有规定，你新的食品过去咱台湾要食过的食品，你要上市以前，爱先评估讲，伊对人健康无影响，才会使上市。但是，这种精炼猪油、定性做精炼猪油，都无评估讲。无证明讲对人无影响啊，爱太上市咧。要讲违法，实在是违法这项啊。哦，啊，这项当然刑责无足当啊，哦，无足当，我知影。哦，啊，但是你检察官都要人求刑30年哦，证据才是较麻烦啦，哦，较麻烦。哦，啊，当然这世界上拢有这个所谓食品诈欺嘛，伊用精炼猪油讲猪油，安尼唔对啦，这国际上是食品诈欺的行为啦。哦，啊，当然。这些啦吼，这些对食品诈欺的事件嘛吼，咱台湾听讲蜜啦，蜜较严重，蜜较严重，吼。但是咧，你若食品诈欺，会当用刑法来判，这罪就重啦。但是现在定性，咱这无多用刑法来判，就是讲，因为咱无定义什么叫真的罪，什么叫理由，你无法律上你无定义真的，就无假。你要讲人假，你讲讲什么叫做真诶？哦，啊，虽然是法令不足啦，哦，法令不足，哦，所以这地方国际上是靠定食品法典定义230种诶食品行论标准，哦，上面也就是高压面镜。诶，我头话讲诶，咱若要化学品拿来交价，买当做高压面镜哦，哦，诶，国际上定义上面叫高压面镜，你高压面镜爱90%为高压面来。哦，美丽化学品的胶胶马上就搞面镜，安尼面纱。哦，所以像美国有超300种，台湾吼讲 CNS
你这个标准，但你 CNS 无强制啦，无法律的这个效果吼，所以咱就无法判定新一档的罪。好，啊，过去发生的这事件，你看咱足侪人提出讲吼，有足侪工课当做吼，想讲道德良心啦吼。我想讲，即嘛面道德良心的问题吼，咱你也读经济学，经济学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讲，企业是以赚钱为目的啊，哦，赚钱为目的。因为做资产企业呢，哦，因为做这個，所以一定袂讲，哦，伊就要降低成本嘛，因为无道德良心，伊就较要降低成本安尼呢，这交伊道德良心无关系啦，哦，所以啊，厂商自主管理，咱政府就用安尼做啊，法定了你厂商都爱晓做，哦，这叫做自主管理，讲迄叫做无人管，哦，你也不发生代志，法定了你厂商都爱做，我想他厂商大概拢看得到，哦，他有可能安尼做嘞。过来讲，叫人爱去稽查，吼、哦，稽查，你也无了解食品这一点，也是无法度入去，吼、哦，咱起码无食品食安警察，无警察，吼、哦，你要记不嘞？啊，顺便增加稽查人员量，吼、哦，冇困难，要加强检验，咱等等下较讲，吼、哦，源头管理，甚物叫做源头拢定义无好，即嘛是歹做，吼、哦，所以对邱兄会甲讲，吴老师，源头管理边啊做，我嘛唔知影嘞，甚物叫做源头？啊，讲食天然的上好，还是食有机的吼？前几日啊，前几礼拜前，澳门的代表来讲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有人讲啊有机的，啊澳门的代表就讲无啦，有机是真好，但是交安全无一定有关系啦。过来就讲强化食农教育吼，有啦，我嘛感觉食农教育真好，但是食农教育交食品安全是没有关系，再去探讨。吼、哦，啊，但是唔通超过，我是依然关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吼，啊。依然真认真做啦，即马做个国小的会员拢咧种菜啦。我讲嘛唔通啊，咱依然还咪无地啊。啊，他这里求强调食农教育，强调到吼，会花瓶啦吼啊，花圃拢咧种菜啦。我嘛唔通啊咧，吼、哦。所以，我讲天然的上好嘛吼，天然的才是真正上好。其实，这个地感不拢天然的，这个地感都不是只拢天然。像马豆磷酸，我现在在做医生，拢有听过，起码天然的呀。哦，黄樟素起码天然。哦，其实天然的化学品做动物的地氧、地感实验内底，50%拢地感。当然，动物动物学家刚解释讲，迄阵剂量系了相关，所以地感。哦，但是你要再看吼，啊做。国际卫生组织分类的时阵，做这物件嘛拢天然的，哦，唔是讲伊人造的开化学品开滴啦，哦，啊，稽查有效无？即我问过江平王嘛，吼、哦，我问讲，伫台湾有使用合法登记当使用化学品的几种，哦，伊答袂出来。其实我量起啊，有70,000种以上啦，超过了100,000种以上，哦，100,000种以上。但是咱即摆有法度检查，有法度检验的几种，超800种，超800种。所以你，咱若去登看较早台湾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咧，安怎？咱若无验出来，咱拢唔知咱食啥。啊，无验啊，无爆发，你若无爆发塑化剂事件，咱唔知讲咱塑化剂食30-40公。啊，咪爆发顺丁烯腰酸事件，咱嘛唔知讲，哎呦，珍珠奶茶内底混的拢是顺丁烯腰酸，咱嘛拢唔知影，因为安怎？啊，碰时拢无咧验嘛，这种物件，咱政府无标准的分析方法，通啊验嘛，所以碰时拢未验，啊，咪发生这样代志，吼、哦，咱拢无咧验嘛，所以讲要加强稽查好无？我就怀疑啊，因为百分之咱用的化学品会当验呢，所以你阿问郭志明，吼、哦，宜密的总经理，你阿问讲，啊，咱的起底人，我们是三八经无？伊讲哦，伊去问过饲猪的人，饲猪的人拢来讲，讲伊拢用八合，啥讲叫做八合啊嘞？伊咱政府即摆分析的方法会当验7种，会当验7种，啊300种20几种，吼、哦，所以有关键七种以外的，其他的300种叫做八合啊，安尼啦，奥利用无？政府验，政府讲无啦，伊拢验无，拢验无。安尼啦，啊，我唔知讲咧有利用无吼。塑化剂有利用无？
生化剂吼有300种，市场用的超过50种至100种。嗯，伫2020年发生塑化剂事件以后，环保署吼加强管理，管理去高种，哦，对邻苯二甲酸的高种，甲管理甲出量的，啊，所以高种就歹用，但是我紧啊，还佫有几百种的通用的，啊，所以你用无？我较早起来吼，伊食品技师吼，因为食品技师啦，因为要考试吼，爱上2点钟的食品风险分析的课，拢叫我去上。上课上了，伊就讲，哪像你用的食品技师哦，甲我讲的讲有你用的。哦，国际人嘛知影，我有一边因为开大个人需要，拢来请我去演讲。啊，他们国际员工，国际员可能等于有点牛哈，因有时间偏难，有牛掉了，哦，有牛掉，所以拢利用了，嘛拢利用。所以用加强稽查检验吼，你看咱有惯例，我来分析的，你加强稽查检验有效啦。但是90%的化学药品拢无得分析，加强检验吼验未出来，啊就是啊。所以加强检验，哪讲加强检验稽查，我拢听起来头壳疼吼，是无得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拢出怀疑吼。还是我们可以以量对不对？好，啊，所以其实民众要吃最简单嘛，哈。其实有一个食品安全，就是讲，咱生活中咱无得片面讲无爱吃硫化药品，但是嘞，就是讲内底有有害物质，咱这种关键噶，咱大家吃，规世人吃，对咱人健康无百害就好了。好，你讲咱嘞水内底有砷冇？有啊，有砷啊。所以咱有设一个标准嘛，10 ppb， 你若无砷，咱就免设标准啦。就是有砷，咱开始设标准。哦，你讲咱即摆空气中上危险的啥？唔是 PM2.5 啦，我甲坦白讲，啥物货？咱是大陆边你行苯啦，苯即早以前的证明的第一会长，但是咱的汽油内底拢有苯啊，1%的苯啊，拢燃烧不完全，所以咱的大马路拢有这些苯啊，每一个。大路口你甲餐饮去念吼，致癌的风险只有1/1000啦，既然会当接受的风险100/1000，加关窍100倍，但是拢无人咧插伊呢，大家拢咧关心 PM 二点五，实在是，啊讲咩风险，实在是本来风险较悬。好，咱讲你国际趋势吼，简单讲吼，像其实你通讲用讲，你若要做好一个食品安全的体系，你要有甚物会吼，比如讲要有。标准要有法律，哦，啊，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机构爱出来，要有食品安全的实验室，哦，要有执行的单位，执行的单位叫警察。所以欧盟有欧洲刑警，你做食品安全的关键。哦，咱所以我像这边的事，我就最希望讲，台湾马上建立食安警察了，吼、哦，但这个物件短期来要做一个，讲政府要咱和民众做风险的沟通。同样的沟通吼，政府拢认为爱去做公告去宣传，我讲迄叫做洗脑告知，迄咪叫做沟通啦吼。所以政府要不要做沟通，这是无多。好啊，协调这个物件，因为食安可以报，所以无问题。紧急应变，咱今个做要袂歹，因为迄个就是事件发生啊。啊，即卖马上嘛，感觉因紧急应变的设施吼，愈做愈好，咱嘛是佩服伊啦吼。啊，好，目前大概欧盟的体系做了上完备啦，吼，上好。啊，伊这个物件对欧盟做的是讲吼，因为做个安全、健康、适合消费者的食品开始进去啊。我想这是咱的目标，好、哦，这是咱的目标。咱以后台湾关键食品应该做个安全、健康、适合消费者吃，开始进去，并且能保护消费者甲啊做市场的低阶公平吼，这种是重要。好、哦，所以对欧盟这个也食品安全局叫做 EFSA 哈、哦，也下出来这样物件哈。为健康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吼，公平、公平交易的必要性，吼，这样物件台湾消费者的利益也无保障，公平交易也无保障，吼，这样物件咱要继续拍拼，吼，啊，伊的食品安全局要有法律的这个身份，伊的物件做出来，当做伫法官的证据啊，吼，安尼开始，吼，安尼开始，伫澳门已经啊做到这个地步，咱起码拢也无做不到，吼。啊，这有特殊吼，伊这个食品安全局有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个独立性吼，独立性，这是咱未来爱追求的吼，就是讲，咱要建立一个食品安全的管理单位，伊要独立性吼，独立的地位出来，吼，
啊，日本呢就是俄欧盟，所以伫2003年建立一个食品安全委员会，吼、哦，安尼吼，啊，伊独立来评估，伊委员拢算部长级的，吼、哦，伊主管。啊，欧盟的食品安全叫 EFSA， 伊是吼、哦、超啊，做无国家限制，伊是针对28个会员国咧做评估去管理，吼、哦。啊，中国吼、哦、比台湾较进步，吼、哦，伊伫三聚氰胺事件了，伊就检讨，伊嘛交咱台湾嘛同款，三聚氰胺事件了，咱嘛咧检讨，咱属于 FDA， 但是食品啊做中国咧，伊个欧盟甲日本人做法，所以即卖安怎做咧？伊就食品管理甲食品安全伊独立啦，分开啊，吼、哦，食品管理交食品安全的管理已经独立分开啊。我是感觉这是未来台湾爱做的，食品科学、食品生产的管理和食品安全爱独立出来，无食品的人吼。哦啊，出来做差安全吼，啊，代志就歹处理，因为迄利益个利益个挂钩吼太复杂吼，太复杂吼。咱学美国吼，咱学美国个体表面上个体系吼，咱无得学着美国，人伊有足侪足侪资源、足侪单位去做共同政策个研究评估，咱台湾无得安尼，咱个属于一个表面的一个 FDA 嘛。哦，所以咱无得学美国，有足侪人他们咱实际上无爱学美国。讲咱做袂到，咱无法度像美国遐大个资源来做好遮个代志，所以咱爱有啊做日本交欧盟做法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哦、这是检讨啦，目前的体系，但是起码做了还是无好吼、哦。所以时间来我拢来跳过吼、哦，啊有花乱啦吼，有花乱、哦，啊后来无动力吼、哦，这是做麻烦吼、哦。所以定义讲吼、哦，咱要咱做食品安全的定义，爱心有无清楚？哦，阿边咱来关注就是清楚。哦，目前咱起码拢无关注。目的咧，咱是欧盟吼为产地加消费者加咱来特定，甚至跟咱买汤。因为咱先用买汤咧，咱摆出来对，等于咱代表咱家己的物件。那为咱来摆下物来年，吼、哦，就是查讲咱每一个家里面是啥物货。好、哦，啊，第二个咧，因啊这是 CDC 吼、哦、来下面这个。啊！这环境卫生中心，因每一天找5000人来量因排哦，为药啦吼、哦，来量340种有害物质，因就当来推广吼，因食什么物件，我们这对未来对食品安全的预防嘛，就有帮助。好、哦，所以未来呢，咱来建立一个吼、哦、啊，做独立的机构来做食品安全的工作，因为这方面台湾人才就少吼、哦，啊，过来过去行政机关的影响吼。哦啊，这个物件目前政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都足歹，哦，虽然未来要啷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其实重要，哦，即透过充分的沟通来到建立，哦，啊，过来，哦，食品安全的人才，哦，你当然欠缺食品安全的人才，过去大家拢把食品科学、食品科技的人才当作食品安全的人才去信任掉，哈、哦，但你看各每一个大学，像台湾大学、中兴大学、汉阳大学。还是屏东科技大学、嘉义科技大学等等吼，你换食品安全来科的，有开食品安全来科无？伊是无咯，伊是拢无。吼、哦，像伫当大学遐开两学分，叫做食品安全个法规。哦，我想两学分吼，或者算训练这些专才呢，我就感觉奇怪。哦，所以这方面是足少。啊，过来就是讲，咱无投入食品安全预防的研究。吼、哦，啊，所以即马你欠缺人才吼、哦，所以。私人机关啊，你做好食品安全，像政府机关，你做好食品安全吼，拢、哦、就困难，吼、哦，拢就困难。好、哦，所以我就讲个正时间的观念吼，就讲咱个对象配合国际潮流啦，来建立咱个食品安全预防体制。好、哦，那么做到位是为三地交咱个斗阵吼，甚至干面汤，咱来安怎做好保证咱食品是安全的。好、哦，未来咱来好好来做。好、哦，啊，这咱为了咩？哦，消费者的信任，咱过程经过评估的过程，甲决策的过程要充分透明公开，哦，充分的沟通，考到民众的信任，哦，民众的信任。所以基本上我是感觉未来台湾整个的体制要改造，吼、哦，来学欧盟的日本，哦，安尼考虑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好、哦，以上是针对食品安全啦，吼、哦。所以因为为有一些就只要吼。哦食品空气污染嘛是咱关心的问题啊，这边啊，主办单位讲有发公告吼，啊，做 PM2.5 的工作啦吼。目前吼、哦，目前因为我伫接触的过程较知影讲，即卖政府其实咱 PM2.5 发到这么久嘛，咱政府唔捌为每一个工厂
哦，咱讲固定污染源去牛也偏二点五排放量，包括咱分析的方法，目前拢未做好啦，哈、哦，未做好。当然，即摆放三年公布一个方法，但是因还要研究新的方法，哦、所以真真正正要去牛医啊，做固定污染源来工程排放偏二点五，目前无做好的方法，哦啊、所以无做好的方法，所以其实咱每一个像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个经纶。到底排放多少片？哦，对，其实咱无资料，哦，咱无实际资料，哦，啊，过来人讲，过去政府无把片哦，对，当作空气污染物，所以伊过去也无多是针对片哦，对，来收空污费。好，你环保团队希望讲，这个污染爱成本内部化嘛，哈、哦，所以这物件我要一定要求，哦，交环保署公布，吼、哦，环保署伊未来一当爱做这三项块，方法爱公布出来，开始检验。固定污染源，吼，就每一个工人排放 PM 二点零，我尽量要验出来，再来一档来研究，免他征收 PM 二点零空污费，吼，啊，这个物件对外部成本内部化，吼，啊，这些吼空气污染要这些感情有关的 NOX 嘛，吼，啊 ，SOX 拢污染，不止 PM 二点零，吼，拢污，吼，拢污，好，啊，当然，咱都要讲的，伊的机制是足复杂，吼，机制足复杂，吼，啊。这是国际上人研究的机制，探讨的机制啦，也真复杂，吼、哦、啊，所以咧，目前吼、哦，要讲直接的关系，吼、哦、相关统计上相关啦，吼、哦、啊，直接要算吼，也阁有好困难吼、哦，尤其今麦咱的研究来滴吼，到底每一个人每一个数或者 PM 二点五这个数字咱拢无，吼、哦、咱拢无，所以咱爱去了解物件吼，所以。我是建议讲，目前吼，因为咱对 PM 二点五对人健康的影响足明确啊，并且咱要做政策要管制，是以上敏感的病还是效应吼来做管制，吼，所以我是讲，即卖重点应该针对免管制 PM 二点五，免把 PM 二点五排放量降落，还是咱上重要的工作。咱拢知对咱人健康还是无好的影响，吼，免去把 PM 二点五降落。咱确实咱上吊，不然当下底咧警报，还是讲公益自爆，无路用。哦，咱咧紧讲了，确实咱重点。哦，以上是我简单的对，哦，诶，好，感谢。非常感谢吴教授这么精彩详细的报告哈、哦。我想这真正是跟咱息息相关啦哈。跟咱。政府啊，我想大家拢真拍拼，因为这甲咱性命真正有关系嘛吼。啊，所以咱要请咱语坛人吼，来甲咱，上尾谁要啊？田委员吼，请田委员，田委员诶嘛是环保委员啦。其实长期伫阮伫卫环委员会吼，替阮医界发声吼，啊替咱的健康咧把关啦吼。请大家用。再用热烈掌声哦，欢迎咱田委员哈！田委员，田委员，请啊！谢谢委员啊，感谢哈！是的，因为今仔日伫即个台办吼，有迄个全国的环保的 NGO 的即个会议哈，我等一下。就爱搁随歌，过去台北哈，啊，伫遮，今日搁欢喜，啊，搁听，我嘛是搁习惯个叫吴老师啊，吴老师伫我做伫微信，就是我最重要的顾问，啊，嘛是我的老师，哦，真正是我知识上的老师，今日听伊甲讲遮详细哈，我感觉足欢喜，就是讲，期待这么有专业哈。的知识，的人才，一摆咱的立法院吼，一当替咱大家做搁较侪代志。啊，我即摆都分享吼一下迄个头段吴老师所讲的吼，头段即个吴佩老师有讲着讲吼，咱的教育部爱鼓励成立相关的即个研究所啊，加速栽培即个食品安全的人才。我甲大家报告吼，头段吴老师有讲一个重点。食品，吼，咱在这个食品科技的这个科学的人，
无论是老师啊、学生，拢唔是食品安全的专业。我拄头听人安尼甲我讲的时候，我真正唔相信。我讲敢有可能？安奈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遮尔啊严重？啊，咱食品科技的这个相关的科系，竟然无开食品安全的这个课程。所以，当这个蒋本基吼，伊是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系，吼，个研究所，吼，的这个教授，啊，伊予人任命做咱的卫福部部长，上重要的原因是啥？迄个时阵食品安全的问题足严重的，吼，蒋炳煌，嘿，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吼，我。甲这做一个总结顺，我入去咱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系的课程，上迄个网络去啊看，真正课程哦，我唔是讲科系课程内底真正无食品安全的课程。我甲迄个揪来做做 PowerPoint， 放予当时的行政院长江一华看，我甲讲吼，真的，蒋炳煌。伊是食品科技，就是讲要安怎揽物件入去内底，揽添加物入去内底，如何把食物变食品，互伊搁较短、搁较 Q、搁较好食、搁较好看头，互咱的消费者会戆戆啊，把迄个钱按落底下溜出来买物件，毋是食品安全的专家。诶，江一华院长，甲我去背面咧，甲我去背面，讲哦，蒋炳煌人无伫现场，我袂当安尼甲拄着，我就真正我包本的嘛，放互你看。啊，你为着讲要顾咱台湾人的食品安全，你叫伊来，我是歹势讲请几帖药单。我搁甲放一个，有一个阿基斯，吼、哦，阿基斯的新闻嘛，遮尔大。伊讲一句话嘛，迄就是第一线业界的心声。伊讲今日台湾的食品安全会遮尔啊严重，都是请食品科技的人惹出。干那恁知影讲安怎难，搁安怎难，会当吼先撇迄个仪器的检查，安怎难搁会较好吃。啊，阮遮做餐厅，阮来知影遮的化学。啊，你甲阮讲会使，阮就难落去啊。啊，结果食侪是阮咧担啊。所以甲大家报告。这个问题足严重诶，所以因为我即马毋是立委，嘛是爱拜托吴老师，就是讲这个问题毋是干那教育部会当解决，教育部部长毋捌啊，伊当然去问迄个食品科技系诶遮教授，伊可能吼四年互伊上一节课，啊是安尼啊一学期几点钟，安尼一学期我嘛上嘛无几点钟，这个绝对不行。所以我是感觉这必要的事情，可能要拜托迄个陈建仁副总统，爱来协调，爱来协调。无，我的经验是安尼，立法委员吼，大家感觉讲咱个立法委员安尼真大。我的经验是，立法委员即时，你讲像吴老师讲，我拢伫迄个卫环委员会，我要去教育部吼委员会登记即时，爱看迄天的主席。讲你会当即阵十分钟，还是10+2十二分钟？啊，有当时啊，时间较济，10+2阁剩八分钟咧。我阁要去拄到迄6分钟诶。啊，而且因为我毋是教育委员会本委员咧，我着爱等所有教育委员会委员拢讲煞较稳到阮其他委员会。啊，迄时阵记者差不多拢已经离开啊。啊，伊 PPT 啊吼。他个陪病较暗，互你讲十几分钟好啦，讲煞人伊转去啊。伊甲你放袂记，你嘛无伊个法。你起册阁去甲即个医生心查，阁去甲伊理论。啊伊嘛是哦，讲啊，我都去甲大家参详，大家都讲免吗？啊，你免喏。因为咱伫外环外面，阁足济工课爱做，你嘛无办法，一工到毋接你后壁讲啊，你若无去开迄个课。所以吼，伫这我是感觉讲好个代，起码咱陈建仁副总统哦，对这应该有了解。啊，搁一点吼，咱 PM2.5 吼无安全值，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公布 PM2.5无安全值，
意思是啥 ？PM2.5 只有当它是零的时候才是安全的。所以咱要追求吼，迄个 PM2.5 这个免于 PM2.5 的恐惧，这是一个永恒的奋斗，永恒的奋斗。啊，我也要拜托大家。因为头拄仔咱吴老师有一个 PowerPoint 咧讲，咱若要 PM2.5 要减量甲能源政策，咱若要改天然气，天然气伊就爱拜托中油，即马爱紧去找天然气，爱签约。无你即马讲我要增加天然气的迄个发电的时阵吼，改用天然气发电，来电就甲你讲啊，即马我都无较低的天然气，无较低的加数，所以我。迄、那个家属、兄家属的迄、那个机械气候，我嘛无迄个来源，所以阮嘛一个朋友足紧张的啊，就是讲小英要用飞鹤家园，要搁一方面啊 PM2.5 降低，咱一定要增加天然气的发电的迄个机组，但是中油到那拢无订单，好、哦，不过有一点要甲大家拜托，咱甲咱的朋友甲学生爱讲者，全世界环保界拢在讲一件代志。就是讲，你节省一度电，绝对比你去起电厂发一度电，搁较俗。所以奥巴马拄啊上任的时阵，伊就宣布伫伊的国会国事这个国会知情国事知情的迄个报告，伊讲吼，伊要推动全世界上俗的能源，就是要节能。所以你若讲，咱来让节能尽量节能的时阵。咱甚至免行，不但免行拖大，可能含家属都免行。哦，啊，当然会当核能电厂会当关起来，迄就是咱已经变成国家目标啊啦，吼、哦。这个搁一个组织的问题，这嘛是爱拜托大家，这个同齐来要求。咱的国家过去吼，行政院有一个叫做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主任是上的兼，是副议长的兼，所以陈冲伊做副议长的时阵，伊就爱负责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行政院消保会，啊，民间是消基会，因为伊是主任，啊，主任伊的意思，爱来咱卫环委员会报告，所以伊上任的时阵，伊就爱来阮卫环委员会每一个委员。甲阮爱啥自信，我著甲抓着，甲伊讲环境荷尔蒙的问题。我环境荷尔蒙绝对嘛影响到污染环境，也影响咱的健康。我相信伊即世人哦，第一件有人甲伊讲环境荷尔蒙，啊，但是我是认为伊著乖乖啊，都要听我讲半点钟啊。结果迄个时阵，咱的即、這个环保署，我一家去环保署参加迄个环评会议，我咧讲了一点。环保署的迄个主秘就是刘明龙，甲我讲啊，委员就是你甲陈冲讲这哦，阮以前吼买即个甲即个维生素托这相关的即、這个资料吼困难的，啊陈冲一句话讲了到底，我即摆要托什么资料拢有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即个消保会伫咱的组织改造以后，即摆你知道从钱去倒去无？钱去咱的行政院。秘书处下面变做消保处，伊若要行一个文，互别个单位，都爱咱的行政院的秘书处，诶，这个秘书长邓英啊，啊，迄个秘书处下面有十几个单位，一定爱甲其他十几个单位小客小招排队安尼，排到迄个秘书长因啊，等伊靠帮他行文去报，有够可怜的。所以我真正无了解为什么会咱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咱的食品安全是咱的消费者保护的其中一项了，啊结果消保会去予人坑啊，遮尔低。我有一个朋友去澳洲去德国读册，伊甲我讲，伊讲澳洲发生马啊吧马肉，吼、哦、这个囝仔做卤肉在卖，啊迄是差伫对。伊讲吼，因为马啊，毋是要饲来食，你竟然把迄个马啊的肉，甲加做牛肉卖予人食，迄伫澳洲都代志闹啊做大只。你知影梅克尔，德国个总理梅克尔下令讲，因本来因个消费者保护是一个部，
结果因消费者保护跟法务部结合在一起，变成消那个法务跟消费者保护部啊，啊，咱的消费者保护变成伫秘书处下面，所以咱的包括咱的食药署，爱管药啊，爱管食品，爱管化妆品，所以你头拄啊吴老师讲，迄真正做有道理啊。所以伫遮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前几工啊，同阿去咱彰化看咱河滨的即个农田的污染啊，而且看了都心酸的。讲十多年前就重整整治过啊，但是伊的迄个源头污染无离开嘛，所以开几啊亿整治了，起码要搁开几啊亿再整治。所以以前我在修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了哈。我开一个会，叫做讲爱有农安才有食安，但是呢，最终解是要有环安才有农安啊、哦。所以这最后我要拜托大家，咱一直在讲，讲咱有这个标准，哈、哦，你的重金属的标准符合标准都会当吃，但是这重金属包括带凹心。在自然界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解，它会不断的累积，所以你顶那个标准是什么意思？顶那个标准，顶那个标准真的就可以符合标准，真正就会当保护咱的健康吗？我根本无办法。在这个情形下面，咱是不是应该重新来检讨这个标准？我很害怕，这会变成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所以你家。咱大家同齐来拍拼，感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咱其实田委员长期关心咱台湾的环保啦吼，啊医疗，所以长期真正阮医界会帮忙足济，大家若想着看有啥物有困难的事，咱第一想着来到田委员，所以田委员可能阮医界足济人在遐咧甲你麻烦啦吼，非常谢谢你啦吼，啊，刷咧，咱认请咱的卢教授吼，中央大学的环工系的教授吼，其实我虽然是厝边吼，啊，其实我第一届见面啦，第一届见面啊，但是伫电视啦吼，伫媒体定定有伊的报道，啊，伊的报道拢是替咱的环保吼，伫努力拍拼，啊，甚至叫财团搭救吼，嘛无。无所惧啦吼，继续为这台湾的环保在打拼，咱是不是用这个掌声感谢伊吼。吴老师先，主持人啦吼，各位先进吼，大家吼，这个早安啦吼。啊，我先澄清一下吼，我是迄个庄老师啊吼，也是被那个台塑告啊，那个我不是我这样子啦吼，所以这个再稍微澄清一下吼。那我在想，我今天很高兴啦吼，来参加。我们这个台湾中社的哈、哦、办的一个活动哈、哦，那也哈、哦，这个刚刚听了我们吴委员的哈、哦，这个大概一个小时的哈、哦，这个演讲了哈、哦，受益哈、哦，这个良多了哈、哦。那因为我是学环工的哈、哦，我就针对今天那个第二个主题啊哈、哦，空污的这个议题啊哈、哦，来做一个语谈了哈、哦。那我在想就是说。昨天呢、啊，哈，我们在台中市环保局啊，哈，都召开一个空污的一个研讨会，哈，那我们那个洪振中局长啊，哈，有跟大家哈报告啊，哈，就是我们去年度哈，我们林佳龙市长哈所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啊，哈，就是那个管制公司场所哈那个生煤啊，哈，跟禁止石油加的。这个燃烧的哈、哦，这个自治条例啊，哈、哦，那这个自治条例啊，哈、哦，那个从我们2015年哈、哦、开始啊，哈，因为我是技资委员会的这个召集人啊，哈、哦，我们就哦经常在开会，有时候都开到晚上啊，9点10点啊，哈、哦，我们可是说啊是很用心的哈、哦，在这一间，因为我们认为哈、哦，这个自治条例啊，哈、哦，对台湾是尤其对空污的哈、哦，尤其中部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治条例啊，那当然就是说经过那个议会一读二读然后三读之前啊，我们还办了在12月3号办了一个公听会，那这公听会啊我有去讲啊，三分钟每个人三分钟啊，那经过大家的努力啊，那终于啊在12月24号就正式通过这个自治条例，然后送到中央去去报备了哈，那他目前的一个进度哈，
就只剩下哈这个备查啊，就是行政院环保署的哈一个备查哈。那当然环保署啊哈，目前的进度它是收集啊哈各部会的意见了哈。那是听说经济部是哈这个反对了哈，这个是可以一起的了哈。那因为我们是六都啊，所以送到行政院了哈。那行政院啊哈，看那个环保署送到行政院去做哈一个最后的一个定夺哈。那行政院啊哈，最近又退回给环保署了哈，啊这个哈环保署在研议了哈。那这个我们也很担心哈，哦至少哈，因为这个自治条例啊哈，对整个台湾的啊这个整个火力发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一个指标啊。我们在去年六月宜兰县哈也送了哈，是被驳回了哈。那本来彰化县啊哈是在也想要推哈，那议会也有三读通过啊，所以。这个啊，那后来是彰化县看到云林县被驳回啊，所以他后的一下这样子就没有再提了这样子啊，所以啊我在想哈，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自治条例啊哈，如果哈能够这个受到这个中行政院的备查的话，我在想各县市啊哈应该有一个法源啊哈来做这个禁止哈生煤哈跟石油烧的哈这个燃烧啊哈，这个我在想。对，全台湾的 PM2.5 的这个减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哈。那现在哈，我在想哈，我们还是请哈这个我们吴委员呐哈，能够在立法院呐哈，针对这个议题呀哈，我们哈如果说现阶段的政府不愿意去哈做哈，那至少哈不要去宣布驳回了哈，至少哈拖到我们520了哈新政府的时候啊。哦，因为这个实在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法案了、啊、哈，这是啊、哦，等到我们新政府再来做一个定夺这样子哈、啊哦。我在想哈、哦，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很多的哈，刚才稽查什么那个都没有用啊哈，从直接啊法令源头减量，这个才是啊哈上方的一个宝剑了哈。那也就是哦，这个因为是打到哈、哦、问题的核心了哈、哦，所以哈、哦、那个经济部的哈、哦、反弹也很大哈、哦，所以哈、哦、这个哈、哦、是大家一定要去坚持的哈、哦，因为这个是一个好事啊哈、哦，我们不希望哈、哦，因为我们台中啊哈、哦，大概去年前年我们还可以发现到，我们只报的时间其实只是偶尔的啊哈、哦，那今年好像有常态性的哦一个发生的哈、哦，这个再不做处理的话哈、哦，未来啊哈就是。我们在之前呢、啊、哈，看到北京的哦那种日子啊哈，大家都戴着 N95 口罩在天安门那个照片啊哈，实在令人非常的哈、哦、这个震惊啊，非常的哈、哦，就是说深刻啊哈、哦，我们真的很不希望啊、我们台中啊哈、哦、这个好山好水的哈、哦、这个地方啊哈、哦、会沦为每天都在纸报的哈、哦，所以啊哈、哦、大家一定要哈、哦、要哈、哦、这个努力的支持啊哈、哦，这个哈、哦、生煤的哈、哦、这个管制的哈、哦、这个自治条例啊，是我们林佳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迹啊。好，那第二点的话哈，我们林市长也很希望能够推啊哈这个总量的一个管制啊哈。那目前哈只有高屏地区啊哈，那个中央有宣布是总量管制区啦哈。那我们中部啊哈，我们还是哈减量的哈这个管制区啦哈，还不到总量啊哈。那因为这个总量管制区的宣告的权责哈是在中央哈，所以啊哈我们也很希望哈未来了哈，新政府哈如果上任以后啊哈能够哈，因为这个是我们林佳龙哈去年十二月的行政院会议啊哈他的一个提案啊哈，就是希望哈我们的这个中彰投哈能够哈这个形成啊宣告为一个总量的哈一个管制区了哈，那当然后续的哈哈这个要怎样配套措施啊哈，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啊哈，再讨论了哈。那第三点的话哈，就是现行的哈，我们大概啊哈，为了搭配啊哈，这个我们生煤管制啊哈，跟石油焦的哈这个自治条例啊哈，那台中市政府啊哈也很想推啊哈，一个中小型锅炉的啊哈啊这个哈洁净能源的一些使用的一个草案啊哈，因为我们现行的中央啊哈，事实上是对中小型的锅炉啊哈，那个产生的 PM2.5 跟黑烟啊哈。那个虽然它的那个数那个整个排放量不大哦，但是啊哈、哦、整个啊哈我们台中市啊哈、哦、昨天听了哈、哦、大概有300-400座的啊、哦、这种小型的、啊、中小型的这个锅炉啊哈、哦、那未来啊哈、哦、我们也期待说中央啊哈、哦、能够啊、哦、现在没有管制的一个作为啊哈、哦、未来能够啊哈、哦、能够有提出啊哈、哦、有管制的作为哈、哦、那最后一点啊哈、哦、就是针对于哈、哦、我们去年啊哈2015年啊哈、哦、我们台中市啊哈、哦、很这个啊哈、哦就是说举行了我们的 NGO 举行了两次的哈、
这个游行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台中的中科园区啊举行了两次游行啊，那对这件事情啊，因为是这个中科的监督委员会的召集人啊，我有去找这个中科管理局啊那边去谈啊，我是觉得因为一二期的监督委员会啊没有 NGO 的一个加入啊，所以啊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啊来能够啊让我们的 NGO 来表达意见啊，所以啊他们就有两个管道，一个是跟市政府施压啊，另外一个就是举行游行这样子啊。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啊并不是就是说全民之福啊，因为这是体制外的一个这个表达意见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应该啊能够让 NGO 来参加哦。那当然他们一开始啊只是也没有给我很正面的回答，那后来啊是我们 NGO 自己啊去这个环保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环评的时候去举步条抗议，希望能够监督委员会能够融入 NGO 的这个代表啊，那经过这个我们上次啊监督委员会的一个讨论啊，也正式将我们四位 NGO 啊就包括陈嘉华教授啊，那柯律师啊，柯啊，那还有一个徐新林啊，徐欣欣，还有徐婉玲，四位都是啊，就是很关心综合议题的啊，这个我们的 NGO 的同仁啊，能够正式的纳入我们监督委员会的啊，这个成员哈，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沟通平台啊，能够畅顺哈，我也会协助哈，这个来处理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哈这个产业啊，跟我们的哈这个 NGO 啊哈，未来哈都还有我们的市民啊，都能够达到三赢的一个程度哈，这个是跟大家哈的一个分享哈，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陆老师这么为地方啊哈，在地方上大概台中市政府的态度啊讲得非常清楚哈，议会三读通过，但是还在中央哈，等一下我们田委员要补充哈。补充一下哈，因为这个在地方里我不接受过哈，那那个高屏地区哈，有做咱的政府有讲爱做中央管制，理由是啥？比如说因为它的空气已经歪到变成三级空品区，我说咱中部呢，它说中部跟北部一样都是二级空品区，所以还不用做总量管制。我说不对吧，你应该是说它还没变成这么歪，进前我们竟然做总量管制，你怎么让它歪到变成三级空品区，你应该是总量管制对吧？你让拍摄咱讲起来讲对啦，你初期是来肯治疗，你来更加晚期啊，讲啊我还要俾甲你治疗，安尼讲安怎想嘛，感觉怪怪，安尼无合理。但是咱的环保署都是坚持一直做。不过我甲大家报告，我以前去翻了天气才讲以前的时阵，我会给你单顶人管，就去增卡用钢时阵，甲咱增卡而且阿伯阿姆讲一个泡泡理论。啊，迄就是咱即摆咧讲的总量管制，伊的意思讲，拿六千来宜兰，啊，宜兰是一个粪基地，啊，伊的污染排出来了，啊，咱宜兰以后，若有较新的科技的厂要来咱遮设厂，咱就无迄个扩大，通好互因设厂，吼、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这个当然啦，爱拜托咱吴老师过去甲这个环保署吼去 argue， 无论你是三级、二级公民，你起码拢要全部做总量管制。安尼较有办法控制这个污染。第二点就是讲，咱这百姓，咱的这个民众嘛，爱同齐啦。你若讲无要好，咱的这个污染阁继续增加，吼，起码要开始做管控的时阵，咱家己的一寡个人的交通方面的，咱嘛是家己爱开始打动啊，安尼吼。好，啊，阁第二点要拜托大家，甲大家，就讲，咱拢知影过去美国古巴瘦肉精的代志，吼，有够足严重的。好多啊！咱吴坤宇老师有讲到瘦肉精用贝壳啊，啊，迄是个公开的秘密。里面的高志明总经理要甲我讲一句，伊讲你想讲美国在台协会拢无得买咱的猪肉去腌吗？所以要拜托咱遮饲猪的农民，你若是有在投用，还是你知你的熟悉人有在投用三肉精？叫因千万唔通用，因为咱即卖会当抵抗美国的猪肉击败，唯一的理由是咱台湾的猪肉无用瘦肉精，所以咱会当讲你美国有用瘦肉精，我无爱买你美国的猪肉。但是你若去予美国人，就讲咱家己的农民有在偷用瘦肉精，
伊就会当用迄、那个迄、那个 WHO，WTO 啊，那些 WTO 迄个世界贸易组织，你的非关税壁垒，就是讲你这是假呀的一个障碍，无要公平，互我美国猪肉来台湾卖，到时你我讲。你行来做总统也挡不住美国的这个压力啦。我是做反多公告时，小英在谈判上的时阵，去予人这个一条提出来个点哦，啊，未动的到时美国提拔一下，啊，大家拢讲没小英。所以你若要帮忙咱的这个政府去跟美国人谈判的时阵，不要让美国含瘦肉精的猪肉进来台湾，我们自己的养猪农千万不可以用瘦肉精。你用贝合啊，你比莱克多巴胺更加毒。啊，我美国用莱克多巴胺啊，凭什么你不让我有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的猪肉进来？你们自己的农民用的更毒哦。告诉也出这个问题哈，先跟大家报告，谢谢。感谢委员哈，因时间关系，是开放一个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讲会当开放一个议题哦，当下社长，不是当下社长哈，有确认啊，我讲我也不能当过美国大哈，我因为台湾社长社长啊，我是希望做一点分享哈，以一个医疗界的角度哈，大概算计以后不老久，我想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他也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哈。有关这 PM2.5， 刚刚一系中别人哈，第 COPD 哈，第二 stroke， 第 CVA 哈，脑中风哈，第三 lung cancer 哈，啊，第四就是所谓 ischemic heart disease， 哦，心脏血管缺血性，一级系中，一流行病学相当严谨的角度，追踪了好几年，他们 estimate 的是说，今年因为 PM2.5 造成的。这方面的死亡超过抽烟的人数达到8600多人啊！后来陈建仁团队伊嘛是一直在你的团队研究，讲 PM2.5 甚至会引起慢性肝炎啊！慢性肝炎大家拢知影，慢性肝炎若伤久嘞，它是会导致肝硬化、肝癌。这一方面，它的增加比例也差不多有20%。所以 that means totally the mortality mainly due to PM2.5 至少有一万，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在已经发生的现象，而且还在现在进行时。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其实当刚刚在讲这个生煤，然后这个火力发电，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化工厂排废气这个非常的问题，可是。大家要注意，咱全国现在只有欧多拜哈，欧多拜真正的排气废气管制其实很松啊，有的基本上都不在管制，就只有700万只啊，自小客车吼有1200-1300万只啊，个大型的车辆，包括游览车、货车、卡车，毛200万只啊，这些所排出来的东西。很可怕啊！我想这是我那真大的问题。PM2.5 50%是台湾自己铸造出来的，可是另外有50%左右是对中国的埋害哈。啊，我们很幸运，我们在东部了。但是前年那个中国的埋害过来的时候，有一天礼拜天下午，我准备要出去运动，我踏出我住的地方差不到200公尺，我嘛闻到我那空气拢酸的哈。所以跑回来，所以这个问题哦，我的感觉是民进党现在全部执政哦，可是好像一直还是沉浸在一个气氛中哦。我想算计中间民进党嘛，我觉得影片啊、广告或对大台中地区的远景啊要怎么样规划，科学园区要怎么样，可是还是朝着高楼大厦方向，整个。经济利益的取向方面在用很多的脑筋，所以2-3个月前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空气清净联盟，哦，由就是彰化地区
台美花姐在台北的游行，在那个游行之前，我们也有到民进党中央，当时黄委嘛在定，因为陈建仁副总统嘛在，所以这间隔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包括能源政策哈，包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大家都要有这个体认，都要负一些责任。阿拉伯地刚才讲，顶峰进步，顶峰进步，阿拉伯的这些努力没有错。可是不能见前功哈，这是我的看法，就这样。请先，向委员回应哈。各位三十趴的参加委员，我去 COP 二十一巡去法国，发现他们巴黎极力在推电动车。啊，有人可能说，你电动车的电来自如果是燃煤，它还是污染，但是因为呢，你那个燃油跟燃跟用电的话，它的能源效率是电动车比加油的那个车子要来得好。第二点呢，你若是用那个燃油的电厂的时阵，它那个电厂很大，所以它可以加装好的这个储物的设备，所以。那呢，哪部板块讲主角这个这个奥多巴的时阵，事实上是尽量改成电动车。哎，阿伯，你到时你这么安这么近，你拢受别人的迄个奥多巴的排气嘛？啊，等于大家伤害啊！谢谢。哎，因为时间关系吼，所以感谢各委员田委员，然后卢老师吼。这么精辟的演讲，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努力，所以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真的非常谢谢三位这么精辟的演讲，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多谢啊，感谢啊，谢谢。好，那。